泡菜的做法。准备食材：胡萝卜、青菜、包菜、食盐、冰糖、八角、花椒、干辣椒、姜、白酒。一、胡萝卜洗净切条，芹菜切断，生姜切片，包菜撕成片备用。二、准备一碗开水，加入适量的盐融化，放凉后加入花椒、干辣椒和白酒调制成料汁。三、将所有料汁倒入菜坛内，再放入切好的胡萝卜、芹菜、包菜和姜片，搅拌均匀，盖上盖子密封好。四、最后放置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搁置1到2天，一份酸辣美味的泡菜就做好了。